黄河养育着英勇的中华儿女，滔滔黄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。奔腾不息的黄河啊，你流淌着几千年国破家亡的血和泪，奔腾不息的黄河啊，你诉说着多少英雄们惊天动地的故事。壮哉！驾！驾！起来吧，刚才好险呐！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恐怕这野兔早就给大雕当晚饭吃了。是啊，其实多亏了孩儿的雪鲁马。哼，什么雪鲁马？分明是父亲大人的剑法如神呐！对了，市民啊，你不是要明天才回来吗？父亲大人，孩儿在太原得到重要情报，所以急着赶回来向你禀报。什么重要情报？快说！有关突厥人的。啊？突厥人的20000铁骑兵已经到了长城边。这些突厥蛮子来者不善，今天的狩猎就到这儿吧，我们马上回府。二爷，回去以后我给你烤兔肉吃。三宝，把剑拔出来，给他敷上药。什么？放了啊？放了他？是。二爷，你去太原干嘛不带上我？我去找熟人，人多了他不肯见。二爷，你应该换张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箭射不死那只大雕啊。前几天，我在会员贱卖行见到一张神弓，我拉了拉就知道，它可是天下闻名的霸王弓。哎，对，就是霸王弓。霸王弓到了会员贱卖行。二爷，就是那家铺子。掌柜的，刘掌柜。是三宝兄弟呀。二爷，看，就是那张弓。怎么样，算不算上品？掌柜的，快把那张弓拿过来给二爷看看。三宝兄弟真是好眼力呀。少拍马屁，快去拿。是。哎，李公子喜欢好马好弓，闻名天下，看来这张弓和李公子有缘呢。好弓，好弓啊。没蒙你吧，二爷，该发赏钱了。赏钱有你的。掌柜的，这张弓是谁寄卖的？对不起李公子，卖主要我保密。这张弓非同一般，你不肯说出卖主，分明你不肯说出卖主，分明他是偷盗者那拿来的销赃的赃物。不是赃物，二位误会了。哎呦呵，误你个头，快说出弓的卖主。三宝，只因卖主是有身份的人家，如今碍于脸面才要我们保密的。哼，既然是来卖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好了，我知道这张霸王弓的主人是谁了。掌柜的，这张弓开价多少？哎呀，我就知道李公子是个聪明人。我霸王弓别啰嗦了，开价吧。收您纹银40两。这是80两银子，拿去吧。哎，我说二爷，你也太大方了吧，人家只说要您40两。三宝，你不知道，其实这霸王弓远远不值。